习萌妹小吴，凭借幽默风趣的个性，在 YouTube 频道上已经累积120万人订阅，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没想到近日却传出他因为生病紧急到医院挂急诊，虽然身体不舒服，但小吴依旧不改搞笑本性。在 IG 和粉丝们大方分享看病过程，跟透露医院的护理师刚好是他的粉丝。不过更令人尴尬的是，他的止痛针必须打在屁股，害得小吴只能在粉丝护理师面前脱裤，让他忍不住笑说这份冲击还有尴尬感他可能会记得一年。但最后小吴也不得不妥协，默默把裤子脱下来让对方帮自己打针。尴尬又好笑的经历曝光后，也瞬间吸引7.8万人按赞，让粉丝纷纷笑说真的是太特别的近距离互动了。Bye.